远古，我们换个药。昨天凶水放了多少？看了吗？600。很好。老七怎么一个情况？10天前有一个晕厥的状态，晕厥了1个小时。好的，行，那先这样啊。好好好啊，没事。今天也累了，最后一个事儿，有个任务。我今天要发的是给明天早上做准备的一个任务。我们主要的考核的内容是术前的宣教，啊，主要是考核你们跟患者和患者家属之间的沟通的技巧。病人情况了解好，自己打底稿，自己想好思路。为什么要做？怎么做？做好有啥好处，做坏有啥坏处，你家面临的风险是什么，我们有哪些措施给你来预防。现在这里给你们每个3个人都有一个病历啊，病人的情况资料，包括给你们的片子都仔细看一下，研究一下情况。2个病人，第一个聋哑啊，慢性病程，告诉你来。她老公同为聋哑。对，没错，这个是给你的任务。刘畅呢，换一个病人，重度的二尖瓣关闭不全，同时有房颤，同时性功能很差，同时放过支架。你们俩都一样，任何方式任何形式，你把它解释清楚。好，就这样。这个可不太会呀，这个怎么弄？王蕊负责的腹腔镜下的胆囊切除术，汪伟航负责的腹腔镜下胰体位切除术或者是肿瘤剜除术。谢旭超的病例呢，内容是会相对比别人复杂一些。这个病人因为肝功能很差啊，准备给他做这个肝移植。需要给你，反正把功课做足。行，那么就这样子好吧。好好，谢谢老师。Hello， 哎呦，嗨，你们也发了任务啊？你们什么任务啊？谈话。我们也是。谈话的内容，你知道我谈的是什么吗？肝移植。你没搞过是吧？肝移植就是很难讲，就讲的方面很多，很高端。我只能跟他讲，我说。您可以放心，在技术方面我院是世界领先的，成人肝移植的成功率是97%，这个数据放在全世界来说，我们医院的肝移植水平都是世界领先的。你要有但是啊。但是肝移植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。很难呐，肝移植很难呐，很难呐。阿妈，哎，什么酸酸甜甜是我最爱。搞好了啊？太开心了吧，王蕊。救命救命，谁可以救我？要哭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怎么查以前的病人的信息啊？以前啊，这是我名字或者是病历号呢？就这里面点进去，患者索引。患者索引，哦，就是搜搜病历号，搜名字或者病历号了。吴招，收到了。肝的胰外科，肝移植术后他已经移植了。哥，那历史病历怎么查询啊？那个，查这是前面那里。OK， 谢谢。今晚我们一起学习怎么样？好了，我知道你不会陪我的。这是今天给我的任务，给我点启发。我让你看一个病历。要求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术前宣教。这种病人要手语宣教吗？我就在想呢。他识字吗？我觉得应该得识字，要再不识字我就心梗了。我就你有想好是哪几方面进行宣教吗？用无声胜有声的方式让他明白这个手术他必须要做，而且要欣然的去接受。
就开始啊，我有点紧张。祝我成功，谢谢。请坐吧。医生，医生，我爸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啊，请问您是宝峰的家属吗？对对对对。我是浙二医院的医生，我姓谢。谢谢。那么首先呢，咱们宝峰现在情况其实是非常危急的。宝峰进入咱们医院之后啊，出现这个消化道出血。消化道出血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乙肝引起的？对，会有这个情况出现。那我看了这个报告啊，2017年的时候，咱们宝峰这个肝脏是有一个6段的2.3厘米左右的一个肿块。到了2021年，我们进院的时候做了一个检查，这个肿块已经到了5厘米。那么根据2项这个影像学检查，我们就可以确诊它其实是有这个原发性肝癌的。首先第一种是手术治疗肝移植，还有一个是胆红素的吸附，还有另外一种呢是血浆置换。对，这三种方法哪种比较保守一点，就是安全一点吗？后面的两种方法其实我说实话啊，效果不是很好。反正我一般听说都是肝移植比较多。对，首先我们这个肝移植手术啊，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肝移植的。对呀、那么根据我们各位专家目前的这个讨论还有评分呢，其实宝峰现在是符合我们这个肝移植的，对，它符合，它符合这个标准。但是就是这个肝源很难等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你如果时间长的话，我就怕我爸等不了。这样啊，就是我们国家呢有一套这个肝脏的分配的原则跟系统。首先第一条原则嘛，就是本地原则跟本院原则，就说您在我们医院治疗，那我们医院如果有这个肝源的分配的话，那我会优先给予这位患者。它这个肝脏分配原则不是本地原则 ，Mel 的评分的原则，谁的 Mel 的评分最高，也就是谁的病人病情最重，他才会拿到肝脏。等到这个肝源到他中间这段时间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。他现在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，我们需要明确的点就是说，他在等待肝脏的过程中，很可能会出现中途的病情急剧恶化。所以说我需要跟两位说实话的是，有可能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，可能我们会等不到这个肝源。如果你们亲属愿意捐献出部分肝脏的话，也是安全的，可以告诉我们完成亲体肝移植。还有谢谢二位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事，都可以说。反正到时候我们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再来问你。好好，谢谢医生。好，小谢，你有没有那个知情同意书什么要签署的？有有啊。那我们这块呢有个知情同意书啊，因为他现在是处于一个昏迷的状态，我是需要。我们家属呢有个同意书，因为我们后续不是要等待这个肝源嘛，所以我们先把这个知情同意书签了之后，我们在肝脏肝源到的时候，我们再和您说，好不好？可以来，好，可以的，好，好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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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好。